利用巴斯卡定理，试求 C 十二取九加 C 十二取十加 C 十三取十一加 C 十四取十二的值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巴斯卡定理是什么呢？是 C n 减一去取 m 减一，加上 C n 减一取 m， 会等于 C n 取 m。好，所以这里呢，原本的式子这边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 C 十二取九加 C 十二取十。好，我把它看成这一组，所以我会变成 C 多少？九十嘛，前面这一项比后面这一项少一，有没有 ？m 减一是不是比 m 少一？所以九比十少一。好，然后这里呢，合并之后就是下面就是取十。好，那上面呢就要用十二再进一个，所以就变十三。好，那再加上下一组 c 十三取十一。那么十又比十一少一点，所以呢又可以合并成下面写十一，但是上面呢就要十三再加一，所以就变十四加一。再来加上十四 ，C 十四取十二，好，十一又比十二少一，所以这里呢就是写十二，啊，上面呢十四就要再加一，就变 C 十五取十二。好 ，C 十五取十二呢，我又可以写成 C 十五取三，好，就是我要十二个，那我就是有三个是不要的。好 ，C 十五取三，来十五往下数三个，十五、十四、十三，除以三阶乘三二一，可以约分的约分。好，所以五乘以七乘以十三等于五乘以九十一，所以是四百五十五种，哦，四百五十五的值啦，这没有种，就是它的值就是四百五十五。